我自己啦是打从心里面很佩服他们一般生的部分。对，尤其这个像我可能自己就会从事各个不同啦，不会像一个专项，但像一般如果要真的参加比赛的话，可能就要在一个专项里面就获得做很多训练这样热情这样子在里面。对，要像第五道的赵宇桥，他过往其实也是好的选手，嗯哼，在以前中学的时代。那赵宇桥的预赛成绩是1:22.70，那第四水道来自于文藻大学的陈佑文，1:17.85，他前面有36.0。很有机会，搞不好可以在这个项目有好的成绩表现。嗯哼，因为大会记录1:19.8嘛。如果按照现在在游的过程当中，包含像陈佑文他们两个这样竞争的话，搞不好在这个项目有机会两个都破大会记录。是。蛙式的决赛，看到第四水道，陈秀文目前领先一头身的距离。现在也游进来了，1:17，哇，这也破了大会纪录。原本大会纪录是1:19.81，这个大会纪录直接来突破1:17.76，这进步的2秒多。那在第二名则是赵以桥，1:20.63。